迎收看《有巢童龄言》。大家好，我是小辣椒彤彤。那我们继续看下去。欢迎来到 Nice 三圈盘老爷丽池别墅。经典欧风巴洛克建筑，外观英格兰红砖墙，是老爷建筑与装饰风格的独特性。那我们先进来看一下客厅。这个客厅非常宽敞，它有做挑高的设计哦。地下室有车库，有一间卧室，还有一间储藏间，还有一间卫浴。这是房间，料理的地方和餐桌有用一个拉门隔开，味道比较不会跑出来。上去二楼看看，二楼是两间卧室，一间卫浴。那我们上三楼，三楼的部分是一间主卧室，屋主本身是用来做一间书房及更衣室，我们也可以给它改造成一间儿童房。四楼部分是一间神明厅，还有一间超级大阳台。今天的物件有喜欢吗？采光通风是不是都很好啊？影片下方有详细的物件资料及价格，还有360度线上环境可以线上赏屋，欢迎预约来电赏屋。我是小辣椒彤彤，有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帮我订阅加按赞哦，拜拜。